怎么藏的？出来吧，还披着吉利服上货。我去，在这吃石头呢，这是。这个鲍鱼的壳好看呀，啊，收了。哦，原来是个壳呀，一边去。这个小家伙挺悠闲自在的，发现我了。你这样能藏吗？这是一条石斑鱼啊，收了。这是一窝刚出生的那个梭子蟹宝宝吧？你看这些小家伙们，还挺可爱的。放了吧，又开始表演了吧？握吧，握吧，表演开始了。真藏起来了，太厉害了！像这样的小鼓包啊，一定要挖出来看一下啊。看到吧，这是一只猫眼螺，肉都缩进去了。发现一条海蛇呀，啊，其实这是一条七星海鳗呀。脾气不小呀。你干嘛？这个海五星好大呀。输了。我去，你也在吃石头呢？这几天风好大呀。这个大家伙被刮到海边了。喜欢的小伙伴打个666吧，记得关注我哟。